最大的创作来源就是原本因为分散注意逃离焦虑而去做的事情。但是当变成大家都想要从你身上拿取能量，反而本末倒置的变成焦虑，就属变病因。要跟喜欢真的自己的人在一起，要跟真的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人生苦短，有爱最重要。孤单比一天抽十五根烟还容易杀死人。无解无意义。孤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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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极。过嗨又回家后悔，自己一定被大家觉得很奇怪。想挂又想平凡幸福。没扎实感，安全感，归属感，又不安于现况，容易觉得无聊，又好想安稳。为什么自己生出来的个性设定不能像一个平凡的普通妹，喝一下午茶容易满足，又市场性大呢？我是张幼仪。